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2月2号。如果拍个照片，在晚上8:02拍个照片的话，就可以变成2002，然后后面日期是0202，然后在后面年份是2020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不过现在已经过了，我现在是8:59咯，我只是突然想到。这几天关在家里的确是很无聊的，但是疫情之下无人能敌，我们只能够踏踏实实的、老老实实的在家里，不要去外面乱转乱逛。昨天呢，我跟老婆出去买了些药，开了车，当然开自己的车了，就不会涉及到公共交通的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戴好口罩。那么就在我家门口开出门呢，我就会先用八四消毒液喷洒在那个楼道里面，喷洒降尘，口罩戴好的同时进行降尘，然后这样更踏实一些。电梯门刚开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喷瓶啊朝这个高空中啊先进行一波喷洒降尘，然后稍等几秒钟以后呢再进入电梯。今天我去楼下倒垃圾的时候呢，看到电梯里面已经升级了这个疫情防范措施啊，在里面。墙上，电梯的墙壁上面贴了一包抽纸，那么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病啊，这个病毒它能接触传播嘛，所以上面有抽纸，那么方便居民可以抽一张抽纸垫着，然后按那个上面的按钮。那么我呢，并没有使用这个抽纸，我因为每次都带着这个喷瓶出去，我那个喷瓶呢比较大，是那种加压的那种喷壶，以前买的是用来。给那个植物啊撒农药用的，那么现在呢是水兑了八四消毒液放在里面进行喷洒，所以我是拿那个喷瓶的喷瓶嘴，喷瓶嘴可能有这么长吧，瓶在这边，前面有个喷瓶嘴，用喷瓶嘴去摁那个按键，我觉得这样比较保险，因为喷瓶嘴上呢都有残留的一些八四消毒液，所以它也有一定的消毒作用。刚倒完垃圾啊，在楼下垃圾桶旁边站了一会儿，感叹这个世界一下子变得这么安静了，啊！也就是说，你今天有去放过风，你在垃圾桶旁站了一会儿。对，在垃圾桶旁站了一会儿。我今天一个放风都没有。家里因为开了暖气片，所以呢比较干燥，这几天一直呼吸着干燥的空气，就嗓子有点痒痒的，然后经常有干咳的症状。再加上这个疫情期间心里有点慌张，所以呢也会偶尔带来一些心理的压力，误以为这个是不是自己也得了病毒啊什么的。那么其实呢我也没有出现什么浑身无力这种症状，身体还是蛮有力道的，今天下午还练了一个小时的瑜伽，出了好多的汗。所以在家里呢，这老婆做饭特别厉害，一直做非常多的饭，然后为了怕我吃不饱，然后每次都吃得很撑，所以呢，这个你到底是在夸人还是在贬人？在夸人呢，所以给我感觉就是这个疫情期间啊，吃得比平时还要好。那这么多菜哪来呢？我们前段时间就在大概1月23号还是24号的时候去 Sam's Club 买了一大堆东西，买了1800元左右，好像我平时不再买一样。买了1800元左右的这个粮食储备啊，准备储备一个3个月吧，因为这疫情时间持续应该是比较久的。然后每天呢，不是每天了，可能每2天或者每3天啊，还是会出去补给一些这个蔬菜啊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摆不长，所以每次都是全副武装啊，帽子、口罩，手里拿好84的这个喷瓶啊，从这楼上。我们住在顶楼嘛，从顶楼一直坐电梯坐到这个地下室车库，然后开车。那么这一段呢是比较封闭，空间又比较小的一个公共场所，所以这也是我最担忧的地方。所以每次我都要拿好喷瓶，进门呢都得要给这个鞋子消消毒，门口的这个垫子上面也要喷一下八四消毒液，脚呢就踩在这个湿润的八四消毒液上面。哎呀，各种细节呀，接触传播
飞沫传播，这最近网上科普看的也比较多，还有这病毒是什么，细菌是什么，病毒是怎么在这个细胞内这个繁殖啊，什么这个原理啊，来龙去脉都看的比较多，对这个这方面的知识啊增长特别的快，就连我3岁的女儿都知道细菌病毒是什么了，她知道这玩意儿不能吃，吃了呢身体就会得病，所以可见这波疫情啊对大家的这方面的知识啊起到了一定的高效科普作用，所以看问题有时候从这种角度看呢可能也有好处，每个事情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坏的一面呢就是待在家里很多人就憋不住了，我经常透过窗户往外看外面的这街道上有时啊两三人这个在街上走，然后也有车来车往，感觉人是比以前多了，因为今天2月2号了嘛，开始可能返工了哈，复工了，很多地方开始工作了。我觉得嘛，如果能延长假期，假期能延长的越多越好。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平顺、安全的过渡过去。昨天出去溜达了一下，去湖边，太湖边离我这儿不远，看到有好多人在那边钓鱼，当然了他们也不是聚集在一块钓鱼，就是他们之间也有一些距离的了，再加上湖边空气扩散是比较好的，所以看到很多人钓鱼也没有戴什么面口罩面具什么的，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没必要，在那么空旷的地方就像你一个人在公园里散步，我觉得戴口罩的必要性也不是特别大。好了，这就是今天啊，也没有什么想法。我呢，在家里就是看看书，然后打扫卫生，消消毒，备备课，然后自己搭建东西啊，这种机器人啊、模型啊什么的，玩玩这遥控车，感觉还行。今天搭了个 Tankbot 乐高积木的那个坦克机器人。好，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小小的记录吧，明天我们再见。